是 YT， 我是姐姐米考，我是妹妹 Yumi。 我们已经发行第三张专辑哦，叫做《成人礼》，而且已经改版了。那今天很开心能够在高雄的梦时代办改版签唱会，那听说就是已经在现场卖完专辑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要跟大家说，6月5号呢晚上7点呢，有我们的这个首次的演唱会，在哪里呢？是在台北的华山艺文中心 Legacy， 晚上7点，对，是售票演唱会，是我们出道以来的第一个演唱会哦。没错，而且那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宣传了，对。因为隔一天就是要去内地啊，去宣传，所以也算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吧，对。要怎么得到这个 Kiss Radio 的这个笔记本呢？还有加上我们亲笔签名，就上 Kiss Radio 网站，然后打这个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地点，就可以得到啦。